分，那辽宁队选择很多，没暂停了啊！怪伦转场推进，四秒强杀篮下命中了，投进了，139平叫暂停。吉林队还有一个暂停。跳球，比赛开始。辽宁队获得今天比赛的第一攻，首端考虑了下高时延，上丛林晨来加强外线的投射，多布一个点。对，就还是从要从内线开始打起。对，因为现在吉林队呢，虽然李昂以后大寒到篮下，你这球能不能投进？这就是一个错位机会。张彪这边就是投篮训练，看你能不能投进。对，啊，早些年的中国男篮对哈达一点招也没有。我认投啊。东台入口处的工作人员。怪伦又打一个二加一啊，怪卖力，体能消耗非常大，还赔上两次犯规。我想问一下那几位啊，看人没看球，所以这是我们说的，就是吉林队，你别看东北球队会传球，那会儿早些年打的时候啊，罗德格里格都破手了，打的很结实，好球了啊，怪伦开始进三分，嗯。巴斯的二打一的机会，好球，怪伦左手上进，辽宁队得把速度打起来，打出反击，联手防下来怪伦的上篮，是不容易，怪伦顶着往里突，给巴斯出来，漂亮，巴斯这个位置连进两个，防了24秒，再起速，把他点起来，漂亮，是，这是哈德森节奏，一攻攻联防试一试，第一回合丛明晨投进了，怪伦突，厉害，嗯，因为还是通过传球改变了这个联防的防守，嗯，而且抢下来的顶着巴斯再投进一个，真有力量，换回盯人防守了，吉林队，哎呦，漂亮，过小门，过小门，怪伦啊，嗯，这个传球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是篮板。再掉吊大喊啊，处理的是很聪明，困难，大喊想明白了呢，我怎么样去参与攻联防当中，第三节攻联防还是对蓝配依赖太大啊，好球，吴晓军两分，两记三分非常关键，图斯这球没抛到，嗯，辽宁队现在领先三分啊，看这个球漂亮，控卫机会，漂亮，陈明晨六分领先。郭强这球，怪伦这球是吧？怪伦，嗯。顶着走，哎呀，失误了，扎到口袋当中。怪伦的反击漂亮，好球。双方打得快啊！是，年轻人也是越打越有信心啊，嗯，这么远的距离是也敢出手。有犯规。啊，两分有效，二加一啊，嗯，开局，啊，是，这有可能就是五分的领先，嗯，啊，漂亮，怪伦，好球，哎呦，这假动作呀，啊，把这个蓝佩给晃了，啊，突然一急停，一看蓝佩撤回去，向前探一步，对，来，能顶得住，还是看怪伦，漂亮，好球。嗯，来打这个辽宁连线啊！是，怪伦现在球处理的真合理。对，还是怪伦这个点发起，漂亮，漂亮，哎，加时赛加在一块的第三个三分了。对，啊，第三个了，第一个加时他应该进两个。嗯。哦，大韩，嗯，还是在篮下有统治。蓝佩两分，那辽宁队选择很多，没暂停了啊！怪伦转场推进，四秒。强杀篮下命中了，投进了，139平叫暂停，吉林队还有一个暂停，怪伦去跟崔继明大盘拍掉，2.4秒、断下来，真厉害，这时候还能保持防守强度，我看怪伦的速度，怪伦还一点都推得动啊，最后还有对抗，这一下上进啊，怪伦这油箱里到底有多少油，成功了，蓝佩拔一三分，这就没有，哎呦，怪伦漂亮的技术，控球能力，技术还能找着队友，哎，怪伦太厉害了，
人群当中把这球拨了出来，最后还能找着队友。还是不换，不换，不换。再掩护，再给巴斯。蓝佩没顶住一下，翻身。啊，这球干扰了巴斯啊、厉害啊！巴斯这个后仰的幅度也太大。嗯。看看郭艾伦怎么来回应。漂亮，这球接的好啊。嗯。外线。看看江宇星。江宇星的三分。没进。啊，辽宁队现在领先一分，十秒、九秒抓不住郭艾伦，啊，还是犯上了。第八名中，很稳定。两罚都中，二罚也进。是。现在7:08的时间留给吉林队，他下面来。蓝佩利用这个，这次变了，哎，往这边跑一个。电梯关门，出来。哦，断球了，断了，中程。没断下来。再拿，那没了，哈德森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哈德森拿住球权，啊，比赛结束，最后一个赛结束，啊，最后，辽宁队关键的防守，中程关键的抢断，中程这个在长春。